这位是朝歌姑娘。没想到玄衣公子一眼就认出了我。那是自然，经过别的姑娘身旁，闻到的都是一些脂粉香味，只有朝歌姑娘最为不同。快让开！圣子的心思老夫都明白，只是这吴老头极为固执，我与他相识多年，他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，你若是刻意拉拢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吴监院，请恕我叨扰，小女左青鸾今世上曾与您有一面之缘，能否留步说几句话？有什么事吗？今日城中若不是您相助，恐怕会有不少的百姓惨遭那风马的祸害。吴监院行侠仗义的品性让晚辈实在是钦佩，还望您不要嫌弃收我为徒。